Oui.我是李仁国中的学务主任。今天贵报社有一个记者到我们学校来，做了一些子虚乌有的采访，造成学生不安。我希望你们报社不要做不实的报道，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旦刊登了，如果有任何不实的报道，你们报社将要负法律的责任。谢谢。刚才是语音留言，我是留给那个邱记者他的主管，你听见了？我刚才把话说得很清楚。张老师，你还在担心吗？不用担心啦。他们报社绝对不敢冒险做不实的报道的。就算真的登出来了，我们也立于不败之地。不败之地。首先，要惩罚谢振杰，是奖惩委员会做的决定。奖惩委员会不至于不承认吧？所以他们也是支持你的，也一定会站在你这边。你再想想，谢振杰推挤你那天，当场有几个老师也都看见了，所以学校教师、教师会、教师评议委员会也都一定会站在你这边。还有，我这边代表学校的行政体系也一定都支持你，大家都在你这边呢。就算他们万一登出来了，我们都支持你，而且口径一致对外。唯一我不能确定的，就是家长会的态度。家长会，家长会长赵会长就是赵荣浩的爸爸，他应该没有问题。张老师，你要不要找他去谈一谈？找赵会长，主任的意思是要我求人家帮忙？我不是要你去求人，我是要你去找他谈一谈，告诉他记者到学校来的事情，也让他知道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他是个明理的人，应该会自有判断，这样子。不就大家都在你这边了吗？张老师，怎么这个时候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当然有重要的事情。今天下午有个记者跑到学校来，坚持找我，抓了我拍了几张照片，说是要报道我跟谢振杰发生冲突的事情。这种事啊，我想记者来学校，应该跟谢振杰妈妈有关系。谢振杰的妈妈曾经来过学校，找过我，找过学务主任，也找过校长。
他之前一直拒绝谢振杰转班，也一直不来学校跟我们谈条件。我想他应该是想借由媒体的力量给学校施加压力，让谢振杰被处罚的事情可以逆转。我自己倒是很坦然，没有关系。只是这个报道一出来，学校鸡犬不宁，大家都不用上课了。所以我希望，万一这个报道真的出来，家长会这边一定要驳斥这不实的报道，而家长会会长您一定要站在学校跟老师这边。学测之前千万不能乱。当然的，詹老师你放心好了，这绝对没有问题。我代表学生家长一定是站在老师这边。为了让你安心踏实一点，你知不知道是哪一家的报社哪一个记者？这个，你等我一下。喂，语音留言。喂，你好，我是里仁国中学生家长会会长赵启仲。今天贵报社有派记者到学校来做采访，已经造成了学校师生之间的不安。其实要做事就做起，好让詹老师更安心。我跟小杰的父亲本来就有生意上的来往，我打电话跟他知会一声。喂，谢兄啊，我启仲，你现在方便讲电话吗？我听说有记者到学校去采访小杰的事，而且还是你老婆去找的记者哦。什么？有这个事啊？好，好，好，我回去一定跟我老婆说。不用拜托了，这是应该的嘛。对了，赵兄啊，上一次向贵公司报价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过啊，那可以再提一次案吗？哎，可以啊。好，好，好，我明天重新报一次价。好，好，好。谢谢啊。秦龙，上次去赵老板公司的报价你们先弄一下，明天我还再去提，我有事出一趟。我希望是一只候鸟，我在你报社楼下，你要不要下来一趟？哎，
小杰，你怎么都不听我的？你在说什么？学校的家长会长就是那个赵启仲，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你真的把记者搞到学校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昨天晚上还跟你讲过，小杰这个事不要找什么媒体、什么专家，搞得鸡犬不宁的。 你怎么总是不听我的呢？我只想试试看积极一点的办法，可不可以救他呀？积极，救小杰，什么跟什么了？夏家老师不但要记他大过，还要他转班，我们总要想点办法吧？哦，那你找媒体搬舆论来压学校，就救小杰了。就你所谓的积极一点的办法。 小杰被欺负了耶！被欺负，就要这样继续冲撞吗？被欺负，就要吆喝大家，大家来看，来看什么？看你儿子被欺负，好可怜是不是？哎，我拜托你好不好？亏你还是媒体出身的，媒体是什么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了，你有点智慧好。 这次的主角是你儿子谢正杰，不是其他的陌生人呢。你是他家长，应该要保护他，而不是乱救嘛。我没有乱救，我只是用积极一点的办法去救他，我不能坐视不管呐。你不知道他坐在教室外面上课有多无辜？违反校规，算是无辜。他上课看漫画。 考试的时候不考试，老师说他两句，他还推老师，你说这是无辜啊？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心疼儿子，我也一样啊。可是，我们不能保护他一辈子吧？我不能帮他考试啊，也不能帮他上课吧？ 我也不能陪他在教室外面吧？你现在把事情搞大了，学校万一不买单怎么办？小杰怎么办？每天到学校上课的是小杰，不是我们呢。试过总比不试要有机会吧？你拿你儿子的前途来试。 找媒体这件事，是秋宪出的主意吧？是秋宪对不对？哦，你听他的意思，你听他的意思，不听我的意思。秋宪只是热心帮忙，他这段时间帮了我很多的忙。帮太多了啦，帮他出什么意见你都听，老公的话都听不到。 谢宪堂，张美丽的先生。哎，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下。邱先生啊，我刚进这个通知大楼。哎，对。哦，看到你了。 对比较，对比较，自然就是贤哥的朋友。
先生有什么事吗？我在工作。不会很久，耽误你几分钟。好，你说吧，什么事？我儿子学校通知我，说你到学校去采访训导主任还有詹老师，想做一篇报道，有没有这件事？有啊，我去过，怎么了？我希望你不要再管这个事了，这是我的家务事，我不希望有外人插手。先生，我是个记者，对于这种事情，我有公诸于社会大众的职责，而且我跟太太已经讨论过了。我们都觉得，如果把事情的真相公开的话，对小杰会有帮助的。小杰是我儿子，怎么做对他有帮助，我很清楚。小杰现在已经国三了，我只希望他可以好好读书，不要被这些外物所影响。那你觉得他在学校所受到的遭遇对他来说是公平的吗？先生，你是他爸爸，你要做的应该是保护他，而不是让他被牺牲的。我不需要你这小子来告诉我怎么做才是对我儿子好。你们要的是新闻，我要的只是我儿子可以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学校。现在学校决定要记小杰大过，甚至逼他转班。如果你觉得和学校道歉能够息事宁人的话，先生你太天真了。不管如何，小杰是我的儿子哦，我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你们今天让这个新闻在媒体上公开出来，等新闻过了以后，你们就不管了。那以后我儿子在学校怎么读书啊？你们美其名是在帮助小杰，其实目的是在趴粪。我不希望在这种状况之下和你继续讨论。我认为你和你太太先沟通清楚再说，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吗？失陪。老爸这个眼神，我不晓得已经看过多少次了。每一次我闯了祸，就会看到这个眼神。我想，他一定不懂，他的乖儿子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说实话，我也不懂。是想跟我说吧？不急，你先吃完再说。冰淇淋都快融化了。你就说啊，我这样吃不下。你这次跟詹老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事情搞得这么大。我也不想搞成这样。从头到尾说一次给我听，你妈妈说的不清不楚。
就是一开始我跟你们说我不想补习了，后来我也跟张老师说我不想补习。其实我不想补习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我的实力到底有多少，甚至有些时候我会在想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后来我带漫画到学校是想要证明我不是鼠狼。反正就是后来我在教室里面看漫画，然后被张老师抓到了。就这样子啊。后来你也知道了，那天妈妈去学校，张老师一直说他没有把我教好，我就很生气啊，所以我才会。所以你就打了詹老师？我没有打他好不好，我只是推了他一下，而且他自己也先推我很多下。可是学校的赵会长告诉我的是，你仗着妈妈在，你推挤了詹老师，妈妈也没有阻止你。他那天不在现场好不好，我跟妈妈说你都不相信，你就相信别人的，好像我就这么坏一样。我说你不相信，我不管老师推你对不对，反正你推的老师就是不对，你有再多道理也一样。可是我没有。可是什么啦？那哪一天如果觉得你自己有道理，我错了，你也可以推我打我了。说詹老师逼你，如果詹老师没有责任感，他何必逼你？你跟你妈那套道理啊，到哪里都说不通了。可是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题目啊。你说詹老师，他逼你们重复做一样题目，所以你不想写。那学校的老师每天跟你们嘻嘻哈哈，不给你们功课，不逼你们读书，那才是对的咯。郝教授他有说过。郝教授每天在电视上说教改，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中学生不会做算术，大学生不会写作文，认真的老师被他说得一无是处，打混的老师呢，这里说什么学习权、自主权？谢正杰，我告诉你，权利跟义务是相对的。在你要求你的权利前，有没有问过自己，有没有好好读书，有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吗？现在已经国三了，很快就要学测了，所以再大的事情都先搁在一旁。最重要的是啊，好好专心的准备学测，知道吗？你妈偏要把事情搞大，找个什么好教授、记者，做事情完全不切实际。你根本不了解我。说什么？
没有。只是不想让小杰平白无故的被老师打。冷气推这个写了悔过书，还要落个记录转班的命运。他只是在争取他应该有的学习权呐、啊。我不能成为压迫孩子的共犯结构。如果这是为了教育改革，我愿意。你在说什么呢？什么改革了？什么教育制度？跟你讲啊，我没那么伟大，你也没那么伟大，更不需要有个这么伟大的老婆。喂，你好，我是谢建堂，谢振杰是我儿子，听说贵报社邱宪今天写了一篇有关于体罚的报道。我跟老师再见。再坐一下，好不好？好。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上一些什么课啊？我今天在学校里面上体能课、体育课，还有上的碰碰碰，还有练习写字。上这么多啊？对啊。那你一个人上课会不会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妈妈没有在学校里面陪你上课啊。你本来就没有在学校里陪我上课啊。
那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家里陪你，你会不会害怕？为什么不在家里陪我？不能不在家里陪我，因为我会怕怕。爸，我这礼拜社团有事不能回去，你要记得把零用钱转账给我哦，拜托不要忘记啦，谢啦，拜。我是李仁国中的学务主任，今天贵报社有一个记者到我们学校来，做了一些子虚乌有的采访，造成学生不安。我希望你们报社不要做不实的报道，如果一旦刊登了，如果有任何不实的报道，你们报社要负法律的责任。谢谢。喂，你好，我是李仁国中学生家长会会长赵子仲。今天贵报社有派记者到学校来做采访，已经造成了学校师生之间的不安。我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片面报道而破坏了学校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和谐，请回我电话27023927，谢谢。你好，我是谢信堂，谢振杰是我儿子。听说贵报社邱宪今天写了一篇有关于体罚的报道，因为当事人是我儿子，那我是希望贵报社今天可以把这个报道给撤掉。我想保护我的儿子。早，秋宪下班了。早下班了。我想抽换一篇文稿。现在都几点了？现在抽掉我还要重做哎。什么稿子这么重要？一篇关于体罚学生的报道啊。体罚？这有什么新闻性吗？本来我也觉得没什么，不过今天他们那所学校一堆人打电话来威胁我，不让我看出那篇文章。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他们才会那么紧张啊。那你得先要抽掉一篇稿子才行哦，不然我版面塞不下了。嗯，那这篇给它拉掉。这篇也不是很重要，应该也可以拉掉。完成这么多，好，坐一下，我们坐一下。还有两个，解一下。学生不服管教，师生互殴成伤。台北市李仁国中爆发师生冲突。虽然学生昨天指控老师打人，老师却为自己准备打教区。这同学，谢振杰，我看到了，你太厉害了。加油啊！
刚什么意念？没有啦，我今天早上在报纸上面看到你的新闻呢。你看到了？还有谁没看到？还好吧。好的不得了，好像比哈利波特还要好，那也不好。不要生气了，反正报纸都已经登出来啦。还有啊，我昨天听到我爸和张老师在电话里面讨论你的事情哎。他们说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可是他们好像对记者来查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啊，问我和你熟不熟，要我劝你不要再闹下去嘞。你也觉得我在闹吗？才没有呢，我反而希望你要加油哦。加什么油啊？我现在就是个烂人，大家都不理我。你才不是烂人呢，真的啊，我觉得你很勇敢啊。你看，你敢保护你妈，还敢对抗张老师，又敢说出你自己最想说出的话，我真的觉得你超勇敢的。加油！你什么时候变成化学家？我知道你最近跟张清武在谈恋爱，然后你又跟十六班的高伟奇混在一起，这些我都知道。你要谈恋爱以后有的是机会啊，你都国三了，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现在被你这样一搞，说不定张老师哪天不帮我们补习了，那我们怎么办？你很特别，我跟你不一样。我不特别，我也不想要特别。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妈很喜欢拿你跟我比较，什么都比，比数学，比国文，比英文，我没有一颗赢你。那个时候，我很希望变成你，希望跟你一样功课好，这样我就不会被我妈一直念。不过你现在，你想变成坏学生，你想变成别人，
我以前用什么样的眼光看高伟琪，看艾莉，看谈恋爱的同学，嗑药的同学，结果现在大家就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变成问题学生，变成另外一国的。曾经我以为我是好学生，努力过着正常的生活，在我和那些堕落的人之间会有一道不可侵犯的界限把我们分开。我只是没有想到这道界限竟是这么的单薄。你们看看这个报纸，张老师，你那天不是跟我保证过，你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怎么会搞出一个不当提拔来了？这完全是家长找记者来反咬我一口。对，校长，真的是这样子。我跟家长还有记者都谈过了，他们根本就想利用舆论的压力来威胁学校。想躲过惩罚，结果威胁不成，反咬一口。最好是这样。詹老师，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在外面补习？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谢正杰这个大过，你们觉得要怎么处理？好自为之，不要侮辱我们班。所以匿名骂人要转哦。La canción de la alegría。他会在你有危险之前先发光，然后预知你，叫你小心。Del que espera。上完了，快快快！这里，还我了喂，高伟琪，快点，你在干嘛啦？真的很像白痴的。像，还是平方减四 x 等于一。我也觉得你没有错，我们会给学校再多一点时间。我是蓝天，我也不是你。都上报了，不算是闹大吗？你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恐怕会逼得提早退休。因为我不是消
我是骗我的。我没有骗你。